你有本事单杀我，你没蓝了吧小老弟。都在计算中的这个电刑，我知道会触发一个电刑的。你干嘛？哎呦我靠，跳他。秋皎月大两个，思路清晰，两个一起踩死。这人有点猛的。哎呦！来，想大刀跑，对不起，回蓝，对不起。发什么呆呢？你在发什么呆呢？漂亮啊，还在送，我喜欢，多送一点。假装不知道。哎呦我去，对面这才是假装不知道呀。就要 K 了，你们这样子 K 头，我这两件出来已经无敌了。现在我就不跟你嘻嘻哈哈了。哎呦，我还有盾的，你确定要跟我作对？我这个盾，就问你绝不绝望吧。还有你被我看见了，别想跑。狼人在后面，算了，放过你。兄弟，你帮我吃大招，我杀完，勾引，咬我，咬我，反秒，你也别想走，慢慢流，拉扯，一脚踩死，你跟我玩一闪。没有用的，不要挣扎。卡太多视野。哎呦，一套带走，你敢看我一眼？你不太懂我的强大好像。来，我看看有谁，我看看还有谁，我看看还有谁。漫天飞雨，不幸。哎呀我靠，可惜，这波差点一打五，打起来了，看一眼，没有我的他们应该不行，但是我马上到了。侠的大招好不了，侠的大招好不了，来操作起来。你对我有意见好像，他连不上，但是你想跑，你在跟十六级卡萨金作对。这一波只能用毁灭来形容了，一个 RW 一个小朋友，没有人扛得住我一个 RW。 你可以试试，你觉得你可以的话。直接堵着杀了，这个装备一个 RW 不可能扛得住，兄弟。抓落单的，现在我的抓单能力非常强，穿梭于峡谷之中。这个伤害
准备当成大的，这大的就完了。只要注意躲两个大刀就好，一个石村大，一个狼人大。这两个大不吃，先把这石头仔抓了。先把他抓了。来，我看看还有谁。先给个大招。看一下，没事，他没队友，没队友，给你咬。小呆侠又想操作我，又想操作我，来，小月过来给我续个四杀，漂亮，下一把。